随着各地逐渐解封，越来越多的人戴上了口罩。您知道吗？如果不能正确摘戴口罩，就会使其失去防护作用。有医生表示，戴医用外科口罩和 N95 口罩时，要先将口罩左右对折，对折时鼻梁处不要压力太大，折太尖也会漏气，做出符合鼻型的弧度即可。 N95 口罩密闭性佳，内部不需要再加戴其他口罩，以免破坏密合度。一般耳挂式外科口罩也只需戴一副即可。口罩外侧会吸附大量肉眼看不见的病毒和细菌，戴着口罩时手不要触摸口罩表面，若无意间触碰应立即洗手。摘口罩时要注意避免口罩表面污染双手，从耳挂处取下口罩，包入塑料袋封好，再丢入垃圾桶，并马上洗手。对于短暂戴过的口罩是否需要丢弃，医生建议如果储备足够建议丢弃，若口罩短缺可先放在干净塑料袋里，下次继续使用。塑料袋受口罩污染后可丢弃或是清洗干净，用酒精消毒后再利用。也有医生建议，如果民众自身有症状或接触到呼吸道症状的人，最好都妥善丢弃口罩，不要重复使用。